新黄金比例，杰西卡·艾巴最完美。很多人称赞女星杰西卡·艾巴是好莱坞美女，最新研究也证明她的五官符合黄金比例，是不折不扣的正妹。学者利用电脑软体改变同一名女性的五官比例，请多位学生挑出最迷人的脸蛋，找出美女的黄金比例。瞳孔距离应该占脸部宽度的46%，眼睛到嘴巴的距离占全脸长度的36%。人对美丑的观点只在于一点点差距，两眼距离太远像移梯，眼睛距离嘴巴太远像马脸。杰西卡·艾巴的五官比例最合标准。不过这项研究是针对白人女性，东方人对于所谓的黄金比例另有标准。从这个眼睛，东方人尤其我们台湾人，从这个眼睛到这个鼻子的底部呢，它的这个比例呢是占33.5%，在国内我也算过，符合这个黄金比例像关颖小姐。整形医师林静云则认为，女星林志玲、徐若瑄、小 S 等人也符合国人的黄金比例标准。五官比例不完美也没关系，专家建议换个发型，调整视觉效果，一样能够增加美感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